犬の役所なの？傻傻靓到美拉呀！你又知道我只小鸡鸡好用嘅？有人用过哦？咩啊？哦，开始，开始！吓，几劲？哇！你睇我啲蛋蛋几劲？明明就我碌巨炮劲。吓？点啊，两个？Hello 大家好，我是小白。大家如果有留意我 IG Story 的话，就会发现我最近回窝了怪蛋这一款游戏，所以今天我就很久违地拍回怪蛋的片了。今天我会做什么呢？就会跟大家一起打这个新活动，还有我最后是会抽30抽的。先讲一下今次的活动先。今次的活动是哆啦 A 梦第一次跟香港繁中版，即是台版合作。今次有五个角色，五个角色都不需要货金抽的。五个角色就是大家在上面看到的哆啦 A 梦、大雄、小夫、伴虎和静香。静香就最容易拿的，佢你每一日登入去都会送俾你啦，跟住有好多任务啦，只要你做咗啲任务又可以攞到静香啦。活动嗰度都有好多打到静香嘅关卡嘅。咁至于哆啦 A 梦咧，就系、是、我哋一间会打嘅关卡啦，就系、是、迪亚波罗啦。揿落去个关卡详情咧，就会见到晒所有呢个关卡会出现嘅日子同时间啦。咁拉到最底就会见到啦，系攞到哆啦 A 梦啦。咁除此之外咧，任务嗰度咧仲有几个任务系可以攞到嘅，就系呢一度啦。十个铜锣烧，廿个铜锣烧，三十铜锣烧，四十铜锣烧，就可以攞到晒佢哋嘅角色啦。咁铜锣烧系咩嚟嘅咧？铜锣烧咧就系我啱啱所讲嘅几个打到正香嘅关卡。入面的心心咧，即系平时我哋食开嗰啲心心咧，就会转晒做铜锣烧咯。咁你就要食多啲心心咯，就系、是。咁仲有一个方法咧，就可以攞到佢哋啦，就系、是、喺普通转蛋啦。而家你哋见到咧得静香啫，差啲揿咗转。但系到3月15咧，就会有埋大雄、伴虎同小夫可以喺度抽噶啦。咁如无意外咧，今次嘅活动咧，哆啦 A 梦同静香咧都可以极运嘅。如果大家都有玩呢只 game 嘅话咧，可以不妨入去下面 description 嗰度有条 link 啊，我就开咗个 line group 啦。大家平时可以喺嗰度约人一齐打啦，又或者一齐倾下啲攻略啊，或者互相帮忙下啦，咁样。咁好啦，事不宜迟啦，今次呢个活动咧，我揾咗叶问同埋 Flex 同我一齐打嘅，我哋开波啦。好啦，我哋而家嚟开波打。呢个拆得快，我哋有两只极运其实。其实系啊，佢就预咗俾你用极运噶嘛。继续用翻呢个木熟啊！嗯，我啱啱个画面冇更新到，好彩有 check。诶，我只极运得一呢噶咋，反重嚟噶。喂，走呢只啦。咩一呢啊？诶，咁咧，其实呢一关咧应该就唔会好难打嘅啫，因为佢始终系设计俾你打极运嘅关卡。Jimmy， 嗯，入嚟啦 ，Jimmy。我、哦，你都未翻俾我。吓、啊，伤咗。系咩？哦，因为加下啲叶问几咁专业啊，同我拍片嘅时候喺度食嘢，过分。嚟，我入咗嚟啦。啊，我用我嘅小鸡鸡 carry 你。哦，呢只劲噶喎，其实。呢只好用啊，呢只。呢只好用啊。但系你冇反伤咯。你又知我只小鸡鸡好用嘅。有人用过。哦。咩啊？哦，开始，开始。你唔好弹啲伤害壁啊，好惊啊！出雷喎，春冇放心，我系老手嚟嘅。又你都未玩过我鸡鸡，你又点知咧？乜嘢啊又？好劲啊！哇！铜锣烧啊，请我鸡鸡食啊！一招啦，原地弹跳 ，carry 啊！咁食埋呢个铜锣烧 ，good， 呀木叔。只大佬咧就喺我隔篱嘅，木熟先劲咯，系咪？我一间 carry 弹佢弱点。咦，有个铜锣烧仔啊，好得意啊，铜锣烧。我抢怪打先。喂，喂咩？拱我出去啊！我本身系个下体嗰度攻击佢弱点噶嘛。哎呀，呢、這个时候要弹伤害逼度打佢弱点啦。喂，好刺激，一个老手嚟嘅。怎麼辦哎呀，打翻佢下体度，唔好再拱我出去啊！我呢个位置系帮佢 set 好咗噶。OK， 只大佬系需要。哇，拱入啲添啊！哇！想 flip 一下。你只鸡鸡友情技好劲。友情技系咩嚟嘅？陨石喎、啊，万五六发。啊！佢又召咗两只出嚟啊 ！Oh my god！ 我使用你嘅小鸡鸡。好。
请佢哋食蛋蛋，中啊！哇，蛋蛋 carry， 嗱，睇我打横弹弹去右边弱点，好弹得好，系中咗嘅，停喺佢右边弱点，我嘅意思就系咁样。高手高手，梗系啦。吓，几劲？哇，你睇我啲蛋蛋几劲？明明就我碌巨炮劲。吓？点啊，两个？换我出招，哎呀，佢弱点系反方向喎，学嘢啦。我咁样弹右边，弹去下面，再弹翻左边，再弹佢弱点。好啊，多谢你。我孖枪都冇。好啊。哇，实在太劲啦！我收一只木熟打六十万枪，你又啱啱嗰个十万枪都冇。你又次次都是最能到的，是几劲的。喂，不是咁啊，最能好基本的。是咩？最能好难玩。可以反省一下。我反省一下，唔该。是我秒佢啦。嗱，你同我秒咗佢啊！我十秒佢。你小心伤害壁啊！你啦，左拉库，我得多。九秒咪唔会识我个伤害壁咯。识老的嘛，新西咁快开大啊嘛，真系傻鸡鸡喎，系啊，太劲啦，夺命傻鸡。哇，你呢个系咩？夺命傻鸡。哦，哎呀，一齐攻击，一齐，我哋有靠木速嘅。哎呀，又最能到喎，我就喺度等紧你几时最能失败，跟住输咗，跟住 game over。好啦，我要射啦！你要射？雷射？啊！睇你个雷射劲唔劲啊？我系英文嚟，我英文嘅，系咯，系咯。我系外国人嚟噶，你系歪国人嚟噶。歪国人？诶，我只鸡鸡仲系封印住喎，封印嘅小鸡，喂喂，辣亲鸡鸡啦，鸡鸡着火啊！好事好事，拉到少少羽毛，甩毛啊，飞甩鸡毛。到你啊，你要射咯，放出招大，多数导人。招大射落应该得个十万伤害到。佢木桶就唔好开大啊，真系。哇！你真系死咯，喎，俾人发条鞭。喂，咩好似会输咁嘅？喂喂，即系同我烧添。我先去边啊？下面下面下面。唉，这个关卡明明就好易打，点解你要为自己增加咁多难度咧？全靠我啲蛋蛋砸死佢。哇，好多金蛋啊！哇，呢啲咪极运咯。好多金蛋。喂，点解我嗰两粒系唔同啲嘅有痕嘅？你就算有极运定冇极运，都系出唔到多难度。我出只龟喎。好啦，咁我哋已经得到咗个哆啦 A 梦，其实哆啦 A 梦已经九运咗啦。咁佢嘅进化咧就系扫雷啦，矿物杀手反传嘅，可以打啲咩关卡？好啊，目前正在统计中。啊、听下佢把声先。扫扫力的未来呀！みんな、わちわちくと。好似啊，我系做配音员啊，我泰文嚟噶，明明就好标准。友情记系暖气弹啊，哇，五万几 ，Oh my god， 射出下喎，用佢支空气炮，一万七次弹。我哋望埋我哋即将极运嘅整箱，系反重反魔法阵啊！哇，狂乱雷射 EL 啊！听埋啲声先。みんなの約束なの？かぐや姫の世界みたい。真系太粉呢个。打完活动就嚟抽蛋蛋，抽唔到啦，即战力制，冇噶啦。嚟啦，十抽。
你要抽咩？我都系欧皇嘅小白，我要阿瑟。你又要阿瑟？哦，我啱啱话要阿瑟先噶。哦，我不嬲都要阿瑟噶。点啊？你冇噶啦，我冇你都冇。我啲爆蛋。我应该好易爆蛋。富林系喎，富林喎。富林系咩？我未有。咁有兽神化咯又。咩属噶？木木苏类同咩啊？唔记得添。哦，佢有果实噶喎，有粒特级果嚟噶。爆蛋！热死啊！诶，系佢喎，金头发变红头发嗰个人啊，系个长眉啦，玫瑰有长眉。哇，有佢两只，咁易抽嘅咩？诶，系咪心喐啊？你系咪心喐喐啊？抽啦抽啦，嚟抽埋抽阿瑟翻嚟，嚟乖。堕落，我又堕落下先。哎呀，转一下啦。爆蛋！哎，爆蛋爆蛋爆蛋。好啊，呢只都冇。咩嚟噶呢只？我好耐冇玩啊嘛，因为。未单提喎、哦。未单提而家劲唔劲啊？兽神化咯，咪又系帮你。但系劲唔劲啊？而家劲啊！我记得。好靓啊！蓝色嗰只。哦，系啊系啊。哇、哦！又爆？唔系啩？好似几劲喎。What？ 哇！佢抽咗只四星鸡。肥鸡。肥到啲肉跌晒出嚟。爆！啊！我中咗只富户流啊！咩啊？佢中多咗只富户林啊！富户林系咩嚟噶？素雷嗰只咧？木属嗰只啊！你睇下第二只。哦，几型喎呢只？十抽。哇！但系你20抽到四只兽神化喎。我唔理，我抽咗十抽。你仲有石咩？抽下边咧。佢有啊，仲有60石啊佢。唔系啊，我冇晒。食咗食饭靠你阿瑟。阿瑟 please 多。爆弹啦！牛魔王完全唔关事，牛魔王好废喎，好似系咪冇啊？系咪冇五星啊？系咁爆蛋啊佢，诶、欸，但系爆的都系四星嘅。哦，又爆蛋，我哋而家对爆蛋已冇乜期望。你又是谁啊？吓？诶、欸，蒲公英啊，原来嗰只系蒲公英系噏噶，飞行反重反风，打到白塔喎、啊，超住。我见今日我哋个 line group 嗰度都有人讨论话，点解好似个个都抽到蒲公英咁？唔错嘅，卅抽五只，咁多，佢廿抽到四只啦、啊，你冇啊，三只啫嘛，三只啫嘛，系咩？其实你抽到十抽应该都要多两只噶，我相信，好似几率几好、啊。好啦，咁今日呢一个怪物弹珠嘅影片就嚟到呢一度，大家不妨可以同我讲下你哋打成点啊，或者抽成点啦、啊。我见到好多观众咧喺我哋嘅 line group 度咧讨论得非常之热烈噶，系啦，咁再次呼吁多一次，大家可以加入我哋嗰个怪蛋 line group 啊，多啲开关俾我打，咁我都系唔使用太力打啦。好啦，咁我哋下条影片再见啦。中意嘅话记得揿翻得个 like， 订阅翻我哋咁多个，睇埋我度，我度都有几十抽嘅。记住留言、share、like， 系咁，拜拜。